哎呀，这个，哎，我有两三个鲤鱼，那三个鲤鱼，哎呦，三个拍拍个，哦，对啊，对，阿姑来抓鱼了吧，捡螺丝，来，先闭口，闭口，哎呦，呀。 还有它这个好大不？还没啊，大不多。嗯。这个像抓鱼的样子吗？去抓鱼了不？我不想吃了。你不吃呀？不吃了。抓鱼捡螺丝。鱼都怕了。我不想吃了，吃到怕去。吃到怕，看到鱼就怕了。不是想吃到怕，是看到鱼就怕了吃的。抓鱼螺丝回去煮鸭子吃哦。螺丝鸭脚包。嗯。好不好？好，我那里有捡有，二哥那里捡有好多了。 真的啊？嗯，那我媳妇二哥要一点哦。<笑><笑>怎么那么旺？那你不是应该捡吗？阿姑，阿姑，啊、我告诉你，这里，嗯，这里一蛇皮袋。哎呦，是吗？看。哎呀，你说什么东西？哎呀，狗狗是吗？给姑婆。你看我们这里一下子就捡了这里。这么小鸡吧？啊，你看一下我们这里。哎呦，捡了那么多，我拿到袋子装一点哦。这里都有啊。<笑>这里一袋嘞。哎呦，这一袋都是。 好大一个的不？有二哥，二嫂真的是哈，可以打包，随便打包。有人那个，我问二哥先。随便拿。阿姑。分一桶给你就行了。少少的表哥。 阿姑，我告诉你，要下去摸，才能找到灵魂。我不要了，刚才那个表妹，我看到她，我以为她穿那个是什么？丝袜。哎，我真的以为她穿丝袜，我看了很久，我就看看，咦，不是，哈哈哈哈哈，是真皮。<笑>弄丝袜不漂亮吗？真的笑死了。我以为她穿的是那个秋裤了。哈哈哈哈哈，你以为是那？ 那个连体裤的，哦，连体裤一起的。你二哥那里才是连体裤。二哥的差不多哦。二哥那个连头一起。哈哈哈哈哈。还在翻亮。哎，翻过粗了哦。哎呦，好多鱼哦。阿姑，到时候你拿回去煮呗。阿姑不用了，阿姑，我告诉你，你来这里煮。好啊。 看到人那么粗哦！哎呦，抓不起来呀！那是鲤鱼吗？这里有袋子。有袋子啊？啊？要不要？阿姑，你要没？阿姑。装来。要吗？阿姑要是吗？装个回去给阿姑吃啊！你就说不要又要。那我说阿姑说不要又要，忍不住是吧？ 哎呀，阿姑，你看那么熟了，还客气。<笑>哎呀，这样子啊，不敢，说那么白呀、啊。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<笑>不要不要<笑>阿姑，你还真不客气哦。哦，去哪了？你看二哥，二哥肯定不想抓给你了。你看，不要搬鱼先。你要搬鱼啊，阿姑。 阿姑，是不是听到都是流口水了？看到的流口水了。煮那个鸭包鸭鸭掉了，螺丝鸭脚包。螺丝鸭脚包。那你回来煮不可以吗？可以呀，没问题呀。阿姑煮的菜好好吃的。哎，真的不？是一次哦。嗯，好。那再不要我拿鸭子过来。不要，我这里都有，还叫你那里老大爷抓鸭子过来，真是的。再过来，我给你。不要嘛。哪里要我才？我不要。阿姑，阿姑冷。我哪里抓到？我就是一件，哪里到了？ 阿姑，搞到啥一样？你爹呢，二哥？你也两件。早一点，我想说就去你家吃饭，做二哥。二哥那么硬的哦。硬的。阿峰固定硬仔。你肯定是穿一件。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眼镜。还掉粉了呢。给二哥抓那个鱼给你。哎呀，阿姑。
阿公，你看你一来到这里就，哎呦，真的是好哦，我知道都来，都真来一点哦。你怎么知道的啊？我刚才本来不想叫你的，我看到你的，我不想叫你的。你是敏哥说的。啊，敏哥说你在这里抓鱼是吧？敏哥说你们在这里。哎呀，你还说不要鱼？你看人家二哥一抓给他，哎呦。哎呀，人家说不要就是要了嘛，你不知道。嗯。很大的是吧？嗯，很大的。马上要去搞一场。哟，真的那么大？确实有。你看，有哦。是不是？真的是看见鱼怕。哎呀，还有水哦。哎，看见鱼的怕，又是哪？打屁的臭兄弟。确实是真的。哦，那个鱼要不要吃完？那天我们就捡了一个，可能有五六斤那个草鱼，都还没有吃完。要鱼，有有。拿回去了，拿回去了。嗯，有，我还想那个看一下的。哎呀，搞到你、那个！哎，你拿回去养，谁要再来看吗？我想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要，不要拿那些。我都要收到抓环去。我拿个手机的吧，二嫂。啊。那我多谢二哥啊。不应该是你说吗？要我帮说。你看阿姑，阿姑叫我来煮螺丝啊。阿姑，你要螺丝吗？你要螺丝吗？我想要一点。你装一点到这鱼这里来。嗯，好，那么多、哦。啊。阿姑，你不要回去那么快，这里还有好多的。马上又来呀！哎呀，大白鱼哦。啊，等一下又来哦。妹，你装这一点回去呗。装这点、啊。够你吃吗？不够你再装一点。够了，吃不出那么多。嗯、哎，那你装呗。嗯。有，等下二哥会那个嘛？不会的，说这种都是一家人。哎呦，我掉好爽哦，回来丰收哦。嗯。这个两个我不想要。那你就不要那两个呗。到，你拿出来啊。我不喜欢吃这种。鱼。我帮你倒啊。嗯、不用了，你在那里拍他的啊。哎呦，多谢二哥了。哟，我今天穿这个衣服这么漂亮的。要等回来收获满满，不好吗？搞到我衣服脏了。哦哟，就看见老了更多。阿姑，刚刚那里有一筐去。哎呦，还要去哪里洗手？是不是？你再拿回去还要洗什么手？你拿回去了。阿姑，你看一下，你看那里一筐，我抬回去了。又多。不洗啦，拿回去，等下也脏。来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了啦，还没搞咯，还搞鱼咯，还搞多多鱼啥？啊，拿回去。谢谢二哥二嫂。不送这种，一家人，我帮你抬吗？不用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拿得了。那你自己回去了吧啊。阿姑。